这个地方不用煮，喝了不用煮，你们这个嘛，大多数流电漏水在这里，烧结漏水，然后这里面要三十公斤漏水，你留个十公斤漏水管在这里面烧，把这吃完之后抽水，抽水之后就扔在把这管道里洗了。好，你假如说不抽的话，你这管道里面全是油。我这现在我们这么多了，就是包括水里面。这里面也是水啊。这水下，水下完了，它就扔到这个下方。对。刚才为什么跑了这样？这个泼完油再放到下面。油在上面冲掉，最后人家这个牛十几公斤。